在彭秀山卡五路峰边头，一座中西融合的建筑，凝聚了嘉义县市万年的心血，构建国家一级文物，见证了嘉义县市不惧辛劳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倾其所有。一个一个的行章，一本一本的证件，拢在讲着一曲曲华侨志愿祖国、感谢烈血的壮丽诗篇。因就伫今仔日的基环博物馆，予咱来听一个伊背后的故事。在五路峰北平山卡的芳秀山下面，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白色花岗岩建筑，雄伟的殿宇式厝顶，翘角飞檐，伫个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面庄严肃穆，既表现出一挂历史沧桑的沉重感，又显示出昂扬向上的豪迈气势。这块就是陈嘉基先生创办的华侨博物院。1956年开始这个创办，然后号召这个海外的华侨来共同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博物馆。那1959年的话，5月14号建成对外开放，距今已经是60年了。因为它是一个专题性，就是说它定位是华侨博物院，它是说明这是由华侨创办的一个博物馆。华侨博物院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基先生晚年创办的教育事业，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系统展示华侨历史的特色博物馆，伊的创办和发展跟华侨华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海外华侨华人当中有广泛的影响。他觉得说，华侨博物院即使海外的这些南洋的这些华侨了解祖国的一个窗口，也是这个国内的民众了解这些南洋、了解外国、国外风情的一个窗口。就华侨博物院收藏的这些文物种类当中，陶瓷器是体系最完整、品种最为丰富的。9件国家一级文物，它的时间年代跨度非常的大。这9件一级文物当中，年代最早是这一件东汉的贺釉堆贴雄文5连冠。5连板口径4.62厘米，堆径11.5厘米，宽36.5厘米，通身是戈壁石釉，整体是葫芦形，顶白碎下白大。在颈部有5个罐口，无甲大板相通。东汉5连冠是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一种随葬名器，那么它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的平移之所，可以引渡人们在死后就是得道升仙。那么同时它在装饰艺术上装饰的3只就是在蹲踞状的雄纹，那雄呢，一手是掩着嘴巴，一手是把一只手放在那个两腿中间做一个进食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熊是古代图腾文化的一种代表，它是一种趋吉避邪的一种象征，同时呢它是代表着一种子孙延绵的意思。那么它的独特之处是它在于体现了它这类器物的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
对夏商周到元明清，精美的一件一件文物在殿厅里面熠熠生辉。特别是这个清朝乾隆年间的游历三色碧螺纹镶泥泥板，幅径37厘米，宽度是79厘米，通体色釉，釉质晶莹光润，制作精美。以青花、油里红、石漆三色描绘山水相别，加100多只姿态无相的鹿，象征吉祥快乐。清代是青花瓷器就是集大成的一个时代，烧造工艺达到一个顶峰。那么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釉里三色山水白鹿纹奎龙双耳瓶呢，它的制作铸造工艺是十分高超的。釉里三色是清康熙时期所创烧的一个彩瓷品种，它跟一般的瓷器不同，它是先在烧成的素白的坯体上用竹刀刻出主题纹饰，然后再根据需要填以青花、釉里红以及豆青三种色料。这三种釉料它的那个烧造温度、显色温度和还原氛围的要求是非常不一样的，因此就是怎么在把握这个温度上那个烧造出颜色非常鲜艳稳定，是非常工艺上是非常之难的。可能有时候有一个环节没有把握好，整个窑的瓷器就会废掉。所以说这种传世品也比较少见，烧造的相对其他青花单一的青花瓷器数量较为少。同时它的珍贵之处是在于它的那个装饰画技上是十分高超的，它融合了一种中西画法，那营造出一种非常恬静宁静的这种就是山水画的意境。那么与鹿结合起来，就是达到一种以静衬动，生动活泼。花桥博物院是中国第一间由花桥一主创办的博物馆，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间全国性的全面展示花桥花莲历史的博物馆，展出了这么多精美绝伦的展品。而这些展品又是为得到来的呢？这就得为陈家坚并发出了兴建花桥博物院的想法讲起了。1949年的话，6月份，然后这个陈嘉庚先生受这个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就是开会的档期吧，他就在祖国各地，就是也去，特别在解放期进行游历，有去这个东北啊、山东啊这些地方，他发现就是在中国的话，博物馆很少，然后他就跟身边的人讲说，他说。华侨在国外见到的博物馆很多，然后甚至有几万人口的一个小城市也都有博物馆，但是一来到我们国内的话，因为博物馆数量非常之少，博物馆因为是社会教育机构的一种，它的这个教育方式的话是比较形象化的，他就想由华侨来创办这个一所这个博物馆。然后1956年，他跟他的朋友也是厦大人类学系的教授林惠祥先生，就是商量怎么样来建这个博物馆，他就写了一个创办华侨博物院的缘起。那创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他开宗明义就讲，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的一种，然后与学校、图书馆等同等重要。陈嘉庚先生的话，不仅对华侨博物院的这个建设是亲力亲为，他不仅是这个院子的选择，包括展览的这种设计，包括这细到这个展柜的设计。现在华侨博物院现在三楼，就是陈嘉庚珍藏文物展的那一个，就是那一组的展柜，它就是陈嘉庚先生亲自设计的。那座展柜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既有中国的传统的这个重檐式屋顶，也有这个泰缅佛教建筑风格，的一些建筑特点。陈家坚先生，伊并不是家己一个人来做这个代志，伊号召南洋的华侨来共襄盛举，最后筹建华侨博物院。行入华侨博物院大厅，采入到一块石碑，顶面刻着建院之初为博物院捐款的人员名单，第一位就是陈家坚。
以捐款10万元，发动教界人士捐款27万多元，总共是37万500元。现在他征集的文物有6000多件，它涵盖的类别是非常的广泛。从他收集的这些藏品来看，他的眼界是非常开阔，是具有世界性的。当时的话，他去北京、上海、天津去征集文物的话，然后陈嘉庚先生说他是等于说去的北京的这个琉璃厂啊，那些古玩文物店的话，等于说是把这个店里面他所看到的一切全部都是卖下来。然后他跟身边的人说，他是因为这些古玩店的话当时是国有的、国营的，他觉得说国营的，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不懂文物的。然后他说国营单位他总不至于骗他嘛。然后他说这个后面他又跟身边人说，他说北京的话这些古玩店的东西全部基本上都被他一扫而空了。你说从北京、天津、上海运到厦门，那是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工程量，所以说他真的是亲力亲为。华侨博物院不仅仅展示了各种珍贵的古物文玩，更加是着重展示了华侨华人艰苦创业的历史，以及华侨农户的爱国情怀。在华侨华人展上，咱一摆一摆看到了南侨技工的名称。那呢，啥人是南侨技工呢？因为祖国做了多一寡贡献呢？这就得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阵讲起。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拥有捐款捐物，回国参加战斗支援祖国抗战。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沿海的港口相继沦陷，随着战事的激烈，滇缅公路就成为唯一的，就是国际研发物资进入国内的唯一的通道。但是因为暂时呢是缺乏，这个就需要大量的司机还有那个汽车维修人员，就是要有这种人员的储备。但是在当时的战时，中国是这一方面的人才非常急需。那陈嘉庚呢，就在1939年2月就发出了第六号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就是号召南洋有一技之长的司机和汽车修理人员回国服务。当时的话，南洋各地的话有3000多位南洋的这个华侨子弟，以华侨子弟为主的，也有个别的外国人，就是来到这个来到祖国，来到中国进行这个主要从事的话是研发物资的运输。大家人就将这些华侨技工叫做南侨技工。滇缅公路是全长1146公里，弯弯弯弯地群山峻岭当中，地形复杂，条件恶劣，这就是著名的24道弯路段。南侨技工出生入死，有1000多名南侨技工牺牲伫个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的路段就牺牲了一个南侨技工。因用鲜血个性命，确保运输线的畅通。即系当年南侨技工变的形象，就是文化省观赏的。这一个形象，见证了迄个时阵南侨技工的奋勇抗战的往事。殷华生年幼的时候，他跟着父母去南洋谋生。后来在成年以后呢，他是在马来亚彭亨文东的一家公司开车。在他听到就是招募司机、机工回国服务的这个号令以后呢，他就约了几个朋友去。但是因为他家里呢，父母已经年迈，家里就是有一个刚结婚一年的妻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所以他是家中的独子。那上有老下有小，他一边呢是国家处在深重的灾难
之中，那另外一边呢是家庭的羁绊。在这种煎熬之下呢，他是半夜离开的，等到他父亲呢发现他离开了以后，他父亲追到码头的时候他已经上船了，所以就从此呢就跟父母就再也没有见面。滇缅公路被立刻切断以后，西南运输处车队大多数解散了，因为当时的政府安置不力，真多南侨技工报告无门，求归无路，流离失所。1944年，新加坡华侨社会活动家何世焕等人组织了芬兰华侨合作会，收容解救陷入困境的南侨技工。这个行章就是芬兰华侨合作会会员的敬章。翁家贵他是海南人，然后15岁呢到马来亚谋生，后来就23岁学会了驾驶技术。他是那个第五批回国的那个南侨技工。根据他的回忆呢，当时欢送技工的人群都挤断了，就是冰，因为人太多了，把那个槟城码头的栈桥都挤破。在云南就是工作非常辛苦，运送战略物资短快的时候是三天，长的时候要1周，而且在那个云南的收入呢，云南的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6元啊，而在槟城开出租车工资至少是这个是他的3倍。特别是到达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成立了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为何来出发的轰炸机2点钟就会当到达昆明上空。一场针对中国抗战生命线的大轰炸，在因的头顶，差不多每一日拢有规定的日军轰炸机无停的飞过去。1942年，就是日军切断了那个国内的就是运输线，翁家贵他们呢又接到新的任务，就是把远征军成批成批的远征军到缅甸。在运送远征军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中途休息，士兵拿给他一把枪说你试一下。翁家贵说我不会打枪。士兵说你当兵的你怎么不会用枪？结果士兵拿给他，他因为那个火枪的后坐力让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上，那士兵哈哈大笑，翁家贵就不服气嘛，他就说那个我们是开车的，方向盘就是我们的枪。当时的话，3000多位的这个南洋华侨的这些技工的话，有1/3的话是这个为国捐躯在这个滇缅公路上，然后1/3的话，当时在战后的话留在了中国的国内，然后1/3的话是回到了当时的南洋各地。这些南侨技工为祖国谱写了一颗抗战的悲壮史诗，但家己照原无忘记的南侨技工，遐个被伊招募起来的少年人。1940年，陈家驹组织南侨总会回国慰劳团，慰问了正伫个前线浴血运输的南侨技工。而这张家驹剑就见证了一摆重要的行程。抗战爆发以后，就是国外的侨胞了解国内的抗日情形这一方面的资讯呢受阻，所以陈嘉庚呢才提议说，组织一个慰劳团，回国，一个是回国慰劳，就是忠勇抗日抗敌的将士，还有那个国内的侨胞。那另一方面呢，它是双向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要让南洋各地的侨胞来了解一下国内百姓的生的一些情形，还有一个国内抗日的一些形势。1940年3月26号，陈嘉庚、庄希濂等人就乘坐康定号从仰光飞抵重庆，1000多人呢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举行的临时茶会上呢，陈嘉根他阐述了这次回国的目的，激励侨胞支援祖国的决心。他原来的政治取向一直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包括他办公室悬挂的一个字，就是 一幅字，也是蒋介石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一直以来都是支持的是国民政府。那就是因为从这一次到重庆的考察以后，他深入了解国民政府的腐败，就让他非常失望。他住的那个嘉陵宾馆是孔祥熙的产业，他很生气。就是因为当时孔祥熙是任行政院院长，他觉得说公职人员自己还经营企业啊，所以就对这种现象很不满。那而且他刚到重庆的时候是蒋介石招待他的，蒋介石用山珍海味来一桌山珍海味来招待他。那他本身是一个比较简朴的人，生活比较简朴，然后所以就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非常不满。这些年跟邓家坚相像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面的抗战情景相差真远，他对国民党动作产生了怀疑。邓家坚真想知影，原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在做什么？1940年，邓家坚起行前往延安执行，让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5月31号，以李铁民等人就抵达延安，在南门外就受到从延安各界的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他在延安也发表了演讲，就是也是重申了他是这一次回来的目的。那延安毛泽东就宴请他，毛泽东宴请他就是青菜呢是毛泽东自己种的，然后毛泽东呢宴请他是在露天窑洞外面的露天的场地呢，就用一张圆桌铺在他那个露天那个不是有普通的石桌方桌吗？他就用一张旧的圆桌，因为人比较多，要一张旧的圆桌铺在方桌上。然后邻居大嫂呢，就听说他远方有远方的客人，就特意把他儿子生病都舍不得杀的鸡拿给毛泽东，让他就是这是最奢侈的一道菜，就是让他来宴请陈嘉根。所以陈嘉根就对比重庆的山珍海味还有这一边的这种生活，因为当时的延安都是自给自足的嘛，那就对比了这一块的这边的生活就很有感触，都跟士兵同甘共苦，跟士兵打篮球。他就觉得说在延安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没有像重庆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是种种的对比就让他感觉得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9月23号，他继续就是继续沿路视察，然后在9月23号到达浙江龙泉，龙泉各界就赠送了他一把龙泉剑，也是表达国内民众对南洋侨胞就是一种就是表达国内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嘛，对南侨慰劳团的支持。一件一件点品，一段一段的故事，点点滴滴记录着华侨的奋斗史、爱国史，悠悠的发掘着历史长河当中的每一个细光点。在华侨博物院来回行伫的每一个布店甲展品当中，就好亲像置身于一摆一摆的历史故事中，开启一段奇幻华侨历史长路，去感受这奇幻的博物馆。